还是要给你起点赞。我去那个终点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他可能想说，反正记者也可以抓吧。守夜人吗？先看看再说。干，我这一定跑的啊！他妈的，不追我才奇怪。对啊，守夜人呢？吸个屁吸的这个，没风窗，可以，我知道去哪里遛你。回空，又回空，哎呦，等一下有点来不及啊，干完了，干不应该慢翻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依旧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可是他没有搏命呢、啊。对，前面没有带好。哎呀，突然想到。啊？可是他机子就赶快修完啊！你要这样蹲干嘛？人家知道你在那边啊。他蹲在那边干嘛？妈的，对啊。不是啊，他蹲在那边冲他小。干呢？你就赶快过来救啊！你死的喊名哦。妈的，开局人家就知道你在哪里休息，还在那边。他吃个特色。哦，好恐怖。恐怖。真的很恐怖。我直接给你帮他修一下。好。他被追了。他还跑去追勘探呢，不给勘探修。哎、欸，勘探也修完了、欸，他还追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他刚好就要追你，因为发现你那还在修，就接电那一台。他现在找不到人，他在追勘探员。我去按那个二战的灯啊，我去按二战的灯，好开吧。对啊，守夜人就这样子，我就不懂。很多人都笨笨的，溜他溜的像个傻子一样给他打。走啦，怀疑啊！整场没用到球哎、欸，他，看他多舒服。